好，大家好，飞飞拉车楼，飞拉车楼，观众时间，欢迎你哋，我嘅节目，欢迎我哋嘅节目，你好，系今日天气一啲啲热，同埋晒到成身都湿嘅，即系我都落完雨都系咁热噶，都冇乜风噶，系啊，哎，咪做嘢之前要拉下我先啦，系啦，哦，飞波，冇忘记。唉，卖坏花市先讲嘢，等于 like 声啦。今日嗰啲咩咧？啱啱先提及过，啱啱整嘅玩老师玩啲咩咧？整个老师俾大家玩玩吓，唔费事咁玩啊！真系依家日日唔同路线嘅啊！依家我自改路线。点玩呢？点制呢？日日啲路线唔一样噶，系啊，冇错。呢个就呢部接咗一年80M 嘅离谱嚟嘅，呢个系80M 嘅贴纸啦。呢个咧就系无型谱嘅买翻嚟嘅路线水贴啦。因为我时间好闲，哇甩咯，大家，哎，买翻龙线出嚟先，晏啲先整个，呢个系一零六嚟嘅，已经整咗101嘅啫，系啦。观塘去坚尼地城嘅，呢个小西湾翻黄大仙嗰架，系就系啱啱提及嗰上面嗰架咯，系啦，呢架系富豪 DB 9 TL 嚟嘅，啊，纸底，巴士座椅系屎色嚟噶啦，系啊。屎嘅深城巴都系龙之一款座椅嘅，系啦，深城巴已经转咗龙之一款，啦，座椅系屎色嚟嘅，系啦，嗱，点解巴士龙屎色咧？啊，巴士就是龙之一位嘅啫，九巴已经唔系嘅，迟啲啦，迟啲会有好嘢，我哋拍紧啲好嘢先。呢个都系银黑色底嘅啫。好，多谢呢个节目啦。啊，我又做完啦呢、这个，系啊咁快嘅。车底唔用咗广告啦吓，而家换翻呢个橙色黄色，系啊。好多谢观众嘅飞飞拉车留咗两车路，下次嗰啲记得留言 sell share 啦，再见，拜拜，记得留意呢个 YouTube 啦，上我哋 Facebook 啦，好，时间到，拜拜。